双输拉 K， 第二球警方有没机会啦。拜托了，救命！做错事有分轻重，有时候拜托也没用哦。先放这些东西。你除了 K 以外有吃什么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拜托。啊，你不改心态嘛，还掉伊啦，当然是拜托。台中警方抓到两名辣妹在车上拉 K， 因为抽到忘我，还没听到警方敲窗。我就不爱搞你笑，有的全部拿出来，有的话全部拿出来。没有，一罐出来，但是这罐了你啊。嗯，冇，你精心一点。这客顶多跟你花钱而已，不跟你送而已。给家人，全部都拿走了。真的没有啊？被逮到的两人当场使出哀功，哀求警方。没有，我们真的没有。我们拿出来啦，对不起啊。来，放下去。没有，真的没有了，对不起，真的敲嘛，对不起，对啦，给我们机会啦，真的不改哦，你们下半辈子真的一点力。那我们知道。虽然辣妹们苦苦哀求，不过警方最后还是依法送办。上新闻台中报道。